男生的动漫都要下个阶段吗？哎，有点想突然发现，对，因为下个阶段的那个主唱是男生嘛，而且大家都认识，所以我就扮演把它留到下个阶段。他们的台上几乎每一位都会唱歌，所以这种永远不回头的歌就好不好？我们留到下个阶段。我们找看看有没有类似这个年代的歌曲，然后再分享给你们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要换萱萱。在这首呢，也是阿妹的歌曲《趁早》。哎呀，所以你是听阿妹的吗？对，我们那个年代都听张宇的。然后老师问我说：“哎，是哪个张宇的吗？”对，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听张宇的啦，所以年轻真好哎、欸。对，不要抓水壶了。哎，我的五点才 I Will Survive， 看我多想活。这首歌的中文版是那个林志炫翻唱的，叫做《没离开过》。对，那我们就来唱原版的英文歌曲。So much life, I let you live, and it's right.